快走吧，一会儿晚点了。你不在这两天，你老实点啊。一共就两天，我能翻出几朵浪花啊？哎，放进去吧，家里别惦记，有我呢。走吧，拜拜，再见。你不对劲啊？咋了？你这没有一点舍不得我啊？哎呦，那能没有吗？你看这情绪，说上来就上来。哎，宝宝，我想你，我想你想的都不行。眼泪在哪儿呢？眼泪呢？等会儿马上就出来了。那你说啥呀？跟你闹着玩嘛，能不想吗？打电话。秒接。发视频。秒回。还有啥要交代的吗？别我一不在你就跑出去喝酒。放心，我肯定不去。主要我也没有钱。我一会儿给你转点儿。我不在这两天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吃要吃的好一点，喝也要喝的好一点。还有，你跟朋友出去吃饭要抢着买单啊。那为啥呀？我平常出门主打一个蹭。你不要面子，我还要面子呢。男人出门兜里不能没有钱，照顾好自己啊！走了。行，拜拜。放心去吧，我会想你的。再见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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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拨开云雾见晴天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呼应上了，呼应上了。哥，嫂子走了吧？那形势是一片大好啊。好了，哥，晚上我安排。你说这话不就外道了吗？哥能花你钱，你我兄弟二人，谁花不是花呀？那这回你先来，下回我安排。好嘞，哥，都听你的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我先去理个发，一会儿你来接我啊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，好，那我。谁打电话呢？新阳，他说，想换个发型，问我啥发型好看。是理发。啊啊，那个，你看老弟，我就说我不是专业的，虽然我想发表一些观点，但是经过我仔细反复的思考后。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，那下回别问了啊！那乌云又密布了。啊，明白了，哥。哎，好。那我等你下回，咱俩一块儿剪呗。哎，好，没问题。啊、哎，再见。哎，关系好，那理发都得一起。哎，咋没走啊？你一会儿晚点了，快走，走，拜拜，走走。我仔细想了想啊，有你自己在这儿，我不放心，你跟我一起去。不是，那我走了，谁看家呀？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，淡淡感受才是今天滋味，想想明天又是日晒风吹。抖音